我今天要跟我的小姐妹给大家录一期开箱。我们两个今天去买了好多衣服，而且好便宜。然后我们俩先展示一下这个，这是个什么？这是个什么？看一下我这个衣服穿上，它是个短袖，它这好显我的腰瘦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腰，它这个袖子是这个样子，这好显瘦啊！我的妈耶，显得我的腰好细。下一件，这个衣服可便宜了，我的天哪！对，这个衣服他说30块钱，然后他有49啊，他有点乞求了，我们跟他讲价20块钱。20，对，可以当一个内搭穿。还加了一个外套，对，它里面是加绒的，绒毛的，然后才110块钱，我都觉得我真的买到宝了。最搞笑的这一件衣服，这个裙子，这个是一个豹纹的。然后我看到这个豹纹的裙子的时候，他说搭配一个蕾丝的衣服会很性感。然后我说你要买吗？他说超过20块钱我就不买了。然后他就问人家多少钱，结果那个人说15块，他就毫不犹豫的买了。他说如果他不买，对不起这15块钱。对，哇，你这个系个腰带太好看了。可好看了，只有你这种小瘦腰才能穿。它这个要系紧一点，好适合。我里面穿了好几件衣服，带绒毛的，然后它底下就穿个靴子，就可以这样子就很好看了。对，然后这个是我买的另外一件，我怎么买的看起来都是破破烂烂的。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小上衣，这小上衣有一个领带，然后还买了一条这样的裤子，这裤子应该会喇叭裤。会很显腿瘦，你们都想到这个衣服多便宜，我的天哪，这个衣服好像是39还是29，它是属于这种绒毛的，特别特别暖和，冬天穿的时候。我要试一下这个裤子，我能不能穿？我要给你们看一下，我这个裤子竟然我的肚子瞬间没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没有了，很平。绝绝子，这个裤子妈呀，太显瘦了，我的天。这个裤子，我要把这个裤子给穿一下，好像是69吧，好瘦啊，就我的大肥肉都没有了。然后我们俩买了一样的，对，裤子，还买了这个毛衣，这个上衣，小小的这种上衣，这个也好便宜，10块钱吧。我感觉是不是我买少了？我怎么感觉我俩买了好多，为什么一回来就没了？对啊，是不是丢了？丢了几件？妈呀，这好显好显腰瘦，我要减肥。跟我说你怎么瘦的，家人？这个也简直了，太好看了吧！救命呀、啊，好显身材。因为我平时要剥项链嘛，所以这个衣服的话就戴项链刚刚合适，会露着一个脖子，我太喜欢。那我是属于那种微胖型的女生，但是这个衣服对于微胖型的女生，我感觉挺好友好，特别友好，挺享受的。然后还有个这个是不是你给男朋友买的外套？我试一下，我会不会被他们骂呀？我一般就是你给你男朋友买的，我穿一下，我就会被他们骂的。不会，这是他给他男朋友选的一个外套，真好，我就不知道给谁买衣服。我的天哪、你穿这个也不要太瘦好吧？小豹纹的裙子，快站上来，站上来。我的哎，这个打底裤，救命啊！没事，这是值不值15块钱？值了吗？太值了，我跟你说，这样的豹纹小裙子才15块。这样理解，15块钱买了我们一天的快乐。不行，我这个裤袜什么鬼都不行。拜拜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再见。